好，因为我们这个面团打完之后，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这个发酵盒里面再做一次的发酵。然后我现在就是把它分成我这个发酵盒大小。像我们这种拿破里式披萨，它的面团成分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只有海盐、酵母跟水这三样东西诶，还有面粉这样子。然后我们跟一般做面包的不太一样，是我们并不会加沙拉油或者是加奶油，就是单纯的只是几样简单的食材。那它烤完之后，因为就是做法很简单，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的发酵时间会很长，可能会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是看天气气候来决定它的发酵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烤完之后的成品，它会有点类似法国常规面包的那种感觉，外面酥酥脆脆，然后里面是很 Q 软、很有咬劲的这样子。拿破里他们当地的气候其实是比较干冷，就他们的气候其实是比较干的。然后高雄的湿度其实是比较湿，然后温度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的面团的酵母的比例、盐的比例就会跟当地做的稍微有点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所以我们需要靠冰箱，就是发酵箱的来达到长时间的发酵。因为冰箱可以把温室控制在我们想要的温度，例如20到25度，一个恒温的状况，模拟在拿破里当地的那个气候的状况。因为毕竟像我们现在高雄气温动不动30度以上，就会有发酵上它就发得太快，面团就会太软太烂，我们没有办法食用。所以我们就要借助这个发酵箱来帮助我们达成那个发酵的目的。然后我就把它盖起来，避免它那个面团的水汽会干消失，干得太快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就放着给它发酵，第一阶段的发酵就可以了。大概像今天的天气，可能差不多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对，差不多这样。OK， 这是意大利进口的罗马番茄，然后我们的番茄酱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使用整颗的番茄，它是已经煮熟去皮的番茄。然后在拿破里当地，他们处理番茄的方式并不是靠那种机器搅拌机把它全部打成泥，不是。他们在学校教的时候坚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手把它们一颗一颗的把它捏碎。这样的用意是因为你当你用机器下去搅拌的时候，会把那个番茄里面的种子给打碎，那它种子是会带有苦味的。所以说当你把它种子整个都全部打碎之后，这个番茄酱大概放不到一天，它就会整个变苦。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手的方式，不要把种子弄碎，然后只把肉弄碎。那我现在就接着来示范怎么来处理这个我们的番茄酱。好，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手整个浸泡到番茄酱里面，然后把番茄捏碎，这样子番茄酱才不会喷出来。那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在捏的过程中，种子其实就是会跑出来，也那时候是保持完整，它并不会碎掉，只有果肉是碎掉的。所以很多客人有时候问我说：“老板，你的番茄酱是怎么处理的？”其实有时候我都不太好意思说，你们番茄酱都是我用手把它捏碎的，怕客人会觉得怎么好像不太卫生。但其实，在拿破里当地，他们就是很坚持这种传统的做法，因为这样子做法做出来的番茄酱口味确实是比较甘甜的。处理我们每天要切的 cheese， 那我们这个是 mozzarella cheese， 这也是从意大利进口的 mozzarella cheese。那在我们，因为我们使用的 cheese 是整个 cheese 的圆块，它并不是cheese 丝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把它切成我们需要的大小。那在我在意大利餐厅实习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有分成两种主要的切法。那我今天可以两个切法都示范一下，然后我也会跟你们说，我会使用哪一种切法。那至于使用哪一种切法，其实主要就是看每一个师傅他们自己个人的习惯。那个切法并不太会去影响到我们起司的口感。好，那第一种切法呢，是他们会把它切成长条状，有点类似薯条的样子。现在就是先把它切片，然后再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形状。
就是第一种切法。好，切完的样子就是大概会像薯条这样子，有点长条状。好，那再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第二种切法。第二种切法其实就是把它切成片状而已，然后就再来就不切，然后等到我们在烤起司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自己用手把它撕成一块一块，我们想要的大小，再把它平均的撒在披萨上。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铺上去之后，其实呈现出来的那个美感我比较喜欢，这只是单纯的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并不会去影响到我们吃的口感。好，莫扎瑞拉就是意大利文的叫做莫扎瑞拉。其实，在拿破里当地，他们的这种莫扎瑞拉其实有分成两种成分，一种是用水牛的牛乳做的，水牛就是我们台湾看得到的那种黑色，然后脚很大那种水牛，那种牛乳做的，那种牛乳这种水牛牛乳做的这个莫扎瑞拉，他们是比较昂贵的，在台湾也很难看得到人家在使用那种东西。那因为价格太昂贵，产量又稀少，所以其实就连在意大利当地，他们餐厅使用的比例也并没有，应该说每一间都会用，但是会那个相对那个披萨的价格就会卖得很高，所以说点的人也相对也比较少。一般的披萨店他们还是会使用像我们这种使用一般的乳牛做的 cheese， 因为一般这种乳牛做的 cheese， 第一个取得比较便宜，比较方便，价格也比较合理，所以他们是这样子做。那这种 cheese 其实它就只是单纯的从牛乳加入那个凝乳素，然后加热至90度之后，把它塑成型，就只是做成这样子的 cheese。那它这种 cheese， 它吃起来口感其实是有点清爽，然后充满了水分，跟一般的 cheese 是会不太一样。cheese 是因为它是脱水过了，所以而且它里面通常还会再加入那个马铃薯粉，增加那个牵丝的那个口感。所以说，其实它吃起来的那个口感会比较油腻，那这种起司其实吃起来是不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要使用这种新鲜的这种莫扎瑞拉起司来做。那当然，这种价格也是比起司师高上了好几倍了，但是做出来的成品的口感确实会让人家觉得很吃起来很舒服、很清爽。因为我最早是做这个贸易类的工作，然后因为贸易的关系认识了一位在意大利的这个贸易商，然后这个贸易商他本身是一个拿破里人，然后他就有一次就是介绍我说，我一定没有吃过什么叫做道地的拿破里式的披萨。那因为一次的出差机会去意大利之后，他就介绍了我这个披萨去吃，然后吃完之后我有点很惊讶的感觉，就是很简单的几样食材，番茄、cheese。几片叶子之后的披萨可以这么的好吃，然后他刚好那位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又在一个披萨学校工作，意大利当地的披萨学校工作，他就说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安排去里面做上课的动作。然后那时候是因为他上课的时间好像学校时间差不多是2-3个礼拜，应该是这样。然后我想说我也没有办法请那么长的假，如果要去学，不如就学一学，以后回来刚好可以创业。所以那时候就直接把做快10年的工作给辞掉，然后就去那边学。然后那时候其实心里也是很害怕，因为就是没有什么餐饮的底子，平常只是在家里玩玩，做一些简单的料理食材这样子而已。那去学的时候才发现，意大利人他们其实对面粉，就连盐巴也要求海盐。油也要用好的橄榄油之类，才发现其实他们对于细节的要求很严谨，那做法的过程也要求很多，整个一套都有一个 SOP 的认证，课程结束之后也有一个考试，考试通过之后就可以取得一个证书，然后又透过了协会跟朋友的帮忙之后，我在就是这个学校结束之后，我又去了3间拿破里当地的这个餐厅去实习，其实就是做学徒啦，就从最底层的工作开始做，每天一大早就是6-7点就到了他们当地的披萨店去学习打面团、分面团、切 cheese、捏番茄酱、啊备料、折披萨盒，做很多很基层的工作，然后就这样一直做大概2个月左右，然后每间店就去学，然后当然在学的过程中，老板也都知道我们是去学做披萨，
所以当他们开店的时候，也是会让我们上披萨台，那我们去看师傅怎么做，然后教我们怎么做。然后因为在当地的意大利人，他们其实英文也没有很讲得很好，那我也只会讲英文，我也不会讲意大利文，所以他们其实很友善，他们就是会比手画脚。解释给我听，不懂的时候就拿手机 Google 翻译给我看，这样子就是让我觉得他们的人热情，然后我在里面学得很开心。然后在做的时候，客人发现我是一个亚洲人的脸孔，没看过你在做披萨给他们吃，他们就很像在看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在围着那个披萨台看我在那边做披萨。然后就算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没有很满意，可是他们还是客人会一直鼓励我说你做的披萨很棒，很好吃，甚至有的还会去亏那个意大利师傅说你可以退休了之类的。那那个过程我就觉得，比我当时出发之前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比起来，就让我觉得轻松很多，放松很多，然后整个学习的过程就学得很快。那师傅他们也很热心的一直教，然后每天的时间也很长，早上六七点去，晚上十一十二点才回到家里，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两个月左右。那回来台湾的之后就开始找店面，然后开始做这个开店的工作，然后在意大利的时间也有先去看那些我想要的设备，例如这个我们的披萨窑，也就先在国外直接就先下定把它海运回来台湾，因为心里想说窑买了我到时候就没有退路，我就是一定要开，所以就逼自己回来开店这样子，想说自己创业试看看，因为有了家庭有了小孩之后也觉得创业应该是一条可以去投资的路这样子。对、啊，就是拿破仑式披萨必备的窑炉。嘿，这个披萨窑它的品牌叫做那个 Stefano Ferrara， 它是一间在意大利拿破里的这个专门的这个窑厂。那他们这个烤窑，这是它的一个第一个标准的形状，这个半球形的形状就是他们固定的形状。那然后前面这个我叫它额头的部分，它其实是他们的排烟的部分，就是这个热气上来之后，它下面其实是中空的，会把它给吸上去，对，这是他们的设计。第一个，他们可以避免窑内里面的那个热度流失太快。那像我们这种烤窑，基本上我们每天开店的前大概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我们就必须把它打开来加热，因为它的加热时间是它必须要加热到大概430度到480度之间，它才有办法去做烤我们这种拿破仑式披萨。因为这种拿破仑式披萨它都有烤大概60到90秒，很短的时间，所以它需要很高的温度才能够达到这种短时间的烤。那它这个烤窑的重量大概有2吨多，那当时我们就是我自己本身亲自到这个意大利的窑厂去看，然后去选一个我喜欢的这个样式，然后就直接下定，然后把它海运回来台湾。它这个火在我们营业的过程中是都不能关的，需要让它一直维持在这个温度。然后它这种窑它有个特性，就是说它也不适合用大火一直猛烈的烧，它这个火其实可以调整大小火，它需要就是慢火，慢慢的让它的温度一直提上来，一直到内部整个都可以达到一个均温400多度的过程。因为如果你是用大火烧，它可能可以缩短加热的时间，可是它有可能就是只有局部达到那个温度，其他比较边边角角的部分它可能温度还达不到。那这样烤出来的披萨就可能会发现，怎么好像有一边烤起来的色泽不会这么的漂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加热是这个原因。但是它本身的设计是也可以是缩短，但是我个人并不喜欢，因为我还是认为慢慢的来，达到这个温度之后，那烤起来的披萨的效果会更好。它的这个窑的那个顶部呢，它如果温度到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变成水泥的那种灰白色。那它的温度还没有到的时候，其实上面会有一层黑色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积碳在上面。当温度到的时候，那个积碳就会慢慢的消退，整个窑的半边都会呈现是白色，代表它的温度到了。对，然后再加上，其实因为我们的经验，它大概就是加了4个小时左右，其实大概就达到温度。就经验会告诉我们，大概就这个时间。我们今天会做3个披萨，第一个是玛格丽特。第二个是那个帕玛火腿芝麻叶，第三个会是那个一个披萨饺 cazzoni。那我们现在做第一个那个玛格丽特披萨。
对，这是已经发酵完的面团。它原本放上去的时候会是三个小小的，等到它互相开始碰在一起的时候，像这样子互相碰在一起之后，然后表面已经变得很光滑的时候，就差不多是已经完成。那我们这种拿破里斯披萨，它靠的就是用手把这个面团展开，先在这个中心的部分往外延伸压一个大概剩一公分左右的边缘。那接着我们会把多余的面粉给甩开来，接下来就是用手这样子把它展开来。好，再来我们就会使用这个番茄酱。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切的 cheese。像我会这样子用手把它撕开来，然后最后再放上罗勒叶，然后最后就是淋上橄榄油。好，再来我们就可以把它送到我们的烤窑里面去烤。简单介绍意大利披萨，大概主要分成两种。就是北翼的罗马式跟南翼的拿破里式，那我们是属于南翼的拿破里式。那在北翼的那种罗马式呢，其实在台湾已经算蛮普遍的，就是用比较低温，可能会使用电烤箱，但也有人用窑烤，但是温度会比较低，可能大概在250到300度之间，烤的时间可能会大概5至10分钟不等。那它烤出来的那个面皮呢，就是会比较脆脆的，薄薄很薄，有点吃饼皮，有点像饼干。那它上面因为烤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上面烤出来的馅料会比较干，酱汁也会被收干，吃起来就不会像我们拿破里斯的披萨就是不一样的口味。那拿破里斯披萨呢，它是因为用高温下去烤，所以烤的时间比较短，只有大概60至90秒，所以说它烤完之后，它的披萨呢上面其实还是充满了水分，番茄酱汁的水分不会被收干，起司的水分也不会被收干，然后吃起来的饼皮呢会是外表有点酥酥的，然后里面会是软的，底部的皮也会是软的，然后吃起来的口感是比较湿润的，就跟罗马式是不一样 的口感。那美式披萨的话，它其实最早也是意大利的人民移民过去之后传过去的，那后来因为美国文化的发展出很多的披萨。那美式披萨他们基本上会比较，就是在台湾的刻板印象就是认为会撒完很多的 cheese， 那馅料也是铺的厚厚的一层。那披萨这种东西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哪一个好吃，不是说意大利好吃或者是美式好吃，其实应该是说都好吃，就是都看个人的主观，你觉得哪一种好吃是去做认定。所以每一种披萨我觉得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并不需要去刻意的追求说我是最好吃，我是怎样最道地之类，我觉得并不需要，因为口味这种东西太主观了。美国人他们也会认为拿破里斯披萨可能很一般，意大利人可能会觉得你们美式披萨很一般，但是我觉得只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只要大家多一点包容，其实我觉得多去尝试东西都是好的。再来我们是要做那个帕玛火腿芝麻叶披萨。那这个披萨的话，我们是先把披萨的这个底烤好之后，我们再铺上这个新鲜的芝麻叶跟那个帕玛火腿。那这个帕玛火腿是一种意式的风干火腿。那这个披萨的底基本上就是只有番茄酱、cheese 跟橄榄油而已。
那我们接着要放上去的就是这个芝麻叶。再来，我们要铺上这个意式的这个风干的帕玛火腿。再来，我们要刨上这个 Padano 的 cheese 块。这个 cheese 块呢，这个 Padano 其实可以增加这个披萨吃起来的口感。口味的层次。那最后我们会淋上这个意大利的 Balsamico 的醋膏，让这个披萨带有点酸酸甜甜的滋味。好，那这样这个披萨就完成了。我觉得我那个朋友当时是老王卖瓜啦，想要去吹捧自己的那个家乡的东西好吃，让更多人知道。那他当时其实也没有怂恿我说一定要去出来开店，他只是抱着一个介绍的心情这样子让我知道。那是吃我自己吃完之后，我觉得我好像在我的家乡高雄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披萨。他的披萨吃完之后，让人觉得一种很清爽的感觉，并不会像一般以前我们常吃的美式披萨那种吃完一种油腻的饱足感。再加上他的食材用得很天然，就是例如说整块的原肉。做出来的火腿不是那种添加很多化学原物料做出来的火腿，那生菜沙拉吃完，整个吃完之后你会觉得，怎么身体不会有那种负担？再加上它的面团，我们因为长时间的发酵，使用的酵母量又很低，所以说它吃完之后，像有些我们的客人，他们去吃外面的面包店之后，他们说会有胀气的那种现象产生，就是因为酵母的量比较多，发酵又不完整，所以他们吃完会有胀气，尤其是一些老人。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他们来吃我们披萨之后，就会一直常跟我说：“我吃你完你们的披萨，就是都不会有那种胀气，而且又觉得身体没有什么，就是负担，感觉很吃完感觉很油腻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意大利人他们想强调的就是，简单的东西做出来是最好吃的，不需要太多的加工，后续的人工调味料，他们想呈现的就是像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去吃完之后，可能因为我们长时间。接触了太多这种加工食品之后，我们去吃会觉得这种披萨带给我们的感觉很舒服、很清爽。对我来讲，那就是完全一次的初体验，真的是能这样形容。对，有，当然最基本的元素当然就是面皮、番茄酱、cheese， 大概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些成分在。但是做法方式就会比较不一样，例如光是跟面团，可能就可以分很多种做法，面粉也分成好多种。其中有一个披萨是那个玛格丽特披萨，这个披萨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典故。这个披萨会命名为玛格丽特披萨，是因为当时在18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个女王叫做玛格丽特，那在拿破里当地的市民为了要贡献一个这个食物给这个女王尝，给女王吃，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款全新的披萨，就是只有放番茄酱、cheese。跟罗勒叶三种食材，再淋上橄榄油，就给这个女王吃。那这个三种食材刚好就呈现意大利国旗的颜色，就是绿色、白色跟红色。然后再加上以女王的命名，然后加上口感又非常好吃，深受女王的喜爱之后，就开始在整个意大利流传开来。对，算是意大利的经典口味，可以说是每一间披萨店都有的口味——玛格丽特披萨。因为我觉得它的口味真的比例搭配很完美，非常的耐吃，就算吃了几百次我还是很爱吃。有时候我变成自己的中餐吃它，晚餐还是吃它，就是怎么吃也不会腻，吃了一次会爱上它，真的，真的很好吃。